是在这日报里拍的。小黑，我是哈妹。今天大家这两天陆续看了不少古装剧的预告，有没有期待的呢？今天咱们来提前买股，是期待还是避雷？咱们一起讨论。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之前看过杀青特辑，这会儿出了预告的千香和线鱼。OK， 古偶两位，各位客官里面请。鞠婧祎和宋威龙继漂亮书生之后，二大的千香主打一个学院风修仙谈恋爱，在守护三界和平。弟子雷修远，家住落霞山。我叫小棒槌，来自青丘。看杀青特辑的时候已经聊过的似曾相识的妆造，咱们就不多说了。鞠婧祎的小机灵鬼人设依旧演得挤眉弄眼的小动作很多，再加上宋威龙一如既往的木头演技，网友锐评。两个灾难型花瓶。我们想看的鞠婧祎再遇郑和惠子的场面没有出现，预告里没有看到郑和惠子的镜头，可能因为这条预告主要是讲的男女主感情线啊。我看了一下原著，里面还是有不少群像内容刻画的，后续可能会出群像类的预告吧。目前看起来我不是他的受众啦。宋威龙还有一部古偶《韶华若锦》，讲的是武将和千金先婚后爱的故事，女主是包少恩。从杀青特辑来看，依旧是轻喜剧风格。定北王将绪，乃侠义之事，英武了得。靖安侯府小小姐名谈，相貌才情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为人和善。何方大小姐的马车入境？我靠！我怎么感觉这部跟千香的风格有点相近啊？是哦，男女主设定都是糙汉加古灵精怪。不是，我明明看小说很喜欢看这种类型，怎么一到电视剧我就不行了？剧情上也没有什么爆点来勾引我到时候去追剧。鞠姐那部剧至少还有粉丝买单，韶华若锦是真的悬呢。陈飞宇和王引路的线鱼，我感觉也是一部粉丝买单的电视剧。它的预告其实跟杀青特辑差不多，就多了点剧情，能让人看出确实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跟随师祖潜心修炼。我不是要送书吗？师给我买出道位了。奇言怪语，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或许可以利用。我来上班啦。老板，究竟何为老板？不知道为啥，我看这个预告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李丽和张震的《陈心缘》。可能是那种在仙侠剧里跟上级谈恋爱的感觉吧。其实要是男女主演技和感觉能到位的话，我也不是不行。但是最让人没办法不注意的，就是二人在剧里的状态都不是他们最好的样子。可是他们所演的人设却偏偏是绝世大美人、白雪公主、本公主。我少读书，你不要骗我。然后咱们来看古偶赛道的其他选手。莫风吟主演哈尼克兹，方逸伦谁懂，是张妹妹的混血脸加上这种西域扮相，直接把我拿捏。对你我从不吝啬温柔，但如果武力可以征服你，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府中进了些贼人，小五原来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你不要命了，我还要活。看了介绍，一女三男的设定真的好带感啊！但是纪凌尘，你为什么在这儿？你不要过来啊！千朵桃花一时开，看到了他秃秃的宣发，看到他不秃的预告，我还有点不太适应呢。我可一直想着该如何报答你呢。你洗手了吗？先奔跑，后入室。红颜祸水的名我担了，你索性把我得了吧。也安分一点。从预告里的剧情上看，这部剧像是吃的百家饭。从演技上看，男女主表演形式不一样，各演各的，根本看不到预告里说的顶级拉扯。两人没有 CP 感，浮化到也有点廉价的感觉。其实冷面男加女狐狸这种设定，以及张彬彬加孙珍妮的组合，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加起来看着怎么就不是那种感觉呢？有种看孙珍妮之前剧里造型好看，有讨论度了就传了个剧开始拍的感觉，制作方根本没有去用心打造。对于这种行为，观众可是不会买账的哟。我预测到时候这部剧最出圈的应该是这句话。你生来不凡，是宁折不弯的直。确实是也不太懂，就是卖腐。或许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4月 re 过的李沁和曾舜晞的妾血吗？预告出来看完的第一感觉是，哦，郭敬明异地登陆。你不是有情有义心生承诺的吗？这一局是你设的局。我想救你，亚米。好美啊！
算是这么多预告里内容最多的一部了，虽然还是看不出来讲的啥，但好在有氛围感，加上李沁和甄穗汐状态都不错，对我的眼睛还是挺好的。谢雪原著特别短 ，N 四加原创内容加到了36集，哇，真的很担心剧情节奏。除了谢雪、甄穗汐和白鹿的临江仙预告也上了，就是看得我有点想喝蛋花汤。临江仙是于正第一部仙侠，前几天呢，于正还在微博跟网友对线说，哦，甄穗汐在这部剧的物料好过他此生拍的所有剧。既然如此，请品鉴。阿月，你究竟又要做什么？是想杀了我，还是想再次封印我？你为何如此恨我？因为你该死。我觉得于正镜头里的甄穗汐没有七夜雪好看，看完我就一个感想，我说你们古偶能不能不要再捅来捅去了。新出的仙台有树预告看得也很痛，这个预告主打就是用每一帧给观众展示自己的特效花了钱，以及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是没绷住。古装剧的捏捏真的很多灾多难，书卷一梦，威导演郭胡加陶厂 S 加加牛宇宁大威特威，但它是个原创剧本，在都是 IP 改编的大时代环境里，是原创我包支持，剧情不好的时候我再推吧。这部剧讲的是女主穿书一边在剧本世界自救，一边和纸片人男主谈恋爱的故事，男主虽然是纸片人，但后来意识觉醒了。我死了，听起来有点一般，这个设定现在我感觉已经不太新鲜了，希望填充剧情的时候可以新颖一点。男女主都是双身份，盲猜可能会从剧本反冲回现代，陈芊芊 2.0。 从画面上来说呢，我不相信郭胡老师拍人的技术，期待郭老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震撼吧，哈哈。女人，你是在玩火。其实在古偶这个赛道里面有两部我们在看设定的时候比较感兴趣，一个是山河枕，另一个呢是雨尽长安，因为这两部都有女将军这个元素，哇，狠狠被戳中。山河枕主演是宋茜和丁禹兮，在杀青特辑里宋茜和丁禹兮分开看还行，没看到两人同框，不知道两个人同框是否有 CP 感。女子难道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够获得幸福吗？就算天不佑你，我魏云也定会保佑你的。翻拍自小说，讲的是女主重生后为摆脱渣男前夫换了个老公，老公上战场牺牲了，她扛起家中大梁，重现家族荣光的故事，最后和同事在工作中产生了感情。这类小说的翻拍很考验编剧的能力，一不小心就会谈恋爱占比过多，案头课堂让人觉得无趣，编剧的作品有好，继续降低期待值。雨尽长安的话呢，是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讲的是女主捡到失忆男主后发生的种种故事，主演是宋轶、程磊。从物料上来看，宋轶、吕将军的气场不是很足，要是再多点曼丽时期的气质，估计会更有说服力。程磊的话虽然没有全脸，但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姿色呢？我严重怀疑导演有在学习郭敬明的氛围感拍摄手法。于金长安和折腰、雨凤行、大凤打更人是同一个导演，这部说是古装，但特效做的还蛮玄幻的。程磊这个样子，我以为他杀人靠雷切。お前は本当にうざいな。就希望依旧是双强的故事，而不是女强男更强，然后猛谈恋爱。有些人打仗是为了止戈，有些人是为了掠夺。等一下，我记得程磊和周也搭的那部剧，周也的设定是不是也是女将军？对，磊磊你呀，也要开启自己的赛道啦。我看好你哟。在古偶这个赛道还有三部，除了杀青特辑没出预告，我们也来浅看一眼吧。桃花映江山改编自白鹿成双小说桃花折江山，主演是刘学义和孟子义。哎，我说刘学义你是真爱演名字里带有花的古装剧啊，甚至感觉这几部的造型也差不多。哎，这段姻缘既是你求来的，哪怕是死路你也要跟本相一起走下去。
桃花印章上讲的是齐国左相沈在野和和亲公主将桃花互相试探互相算计的权谋爱情故事。从杀青特辑来看呢，男女主前期应该是双恶人的设定，我希望两个人互相看不惯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啊。对不起，个人喜好问题，我无论是看电视剧还是看小说，男女主在一起之后我感觉就有点提不起兴趣了，我就不想看那种拉扯感，我就不想看暧昧，最好的还是暧昧的时期，哈哈。感觉这部剧的魔笔也开得太大了，把孟子义的眼泪都给磨没了。我看就没有这个说了吧。榜上佳婿，改编自落日蔷薇小说《榜下贵婿》，主演是王子奇和卢昱晓。关于这部剧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男主王子奇之前在桃花坞说，自己在减肥，为什么呢？主要是你的老婆太帅了，我赤水丰隆在你心里还比不过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对此，网友锐评。这部剧的原著呢是维古克，据说还有点悬疑元素。你一直在提醒我还没睡过不是？那你呢？我事事支持我的阿修，那我前程今往又如何？杀青特辑里看不出来权益感哈，你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好。国色芳华，这部是杨紫和李现继情爱的 Ride 之后的二搭，杀青一年多了，前两天终于放了个杀青特辑出来。杨紫演的是很会养牡丹花的富商之旅，踹了渣男前夫一路搞事业搞到长安，最后和一众姐妹一起开花房又收获爱情的故事。杀青特辑能看出里面的服化道质感还不错，妆容和衣服都很盛唐，剧组一看呢就是做过功课的，希望正式播出的剧情能配得上妆造。接下来我们来看几部古装悬疑剧，先是《定风波》，主演王新月、向涵之、陈玉为、何洛洛。继《墨雨云间》之后，王新月又投胎当萧家人了。你知道夜煞的含义是什么吗？民间有传说，仇深似海，怨气冲天之物，死后魂魄难散，化身之鬼则称为夜煞。的话氛围感做的还是很可以，有点唐朝鬼事录的意思，而且这部剧的阵容里面有不少老戏骨，对不起真的有点想看。主角团应该是一群人一起探案，大家各司其职，我真的还蛮喜欢这种设定的，希望把群像和探案的节奏把控好。之前好几部类似的剧呢都因为节奏和剧情比重的问题我没有追完，我现在的愿望是这部不要跟君子谋一样探案探着探着开始给我搞超能力，那我真的会骂人。下一部古装悬疑剧昭雪录，主演敖瑞鹏、李兰迪，这部是单元剧，预告也是按单元出，目前八个案子出了三个预告，整体风格也是中式恐怖，我们就挑剧组专门在中元节台上来的无头新娘案给大家感受一下。吉时已到，先教连新娘，新娘怎么会没有头？观看预告我还是挺期待的，希望成片也是这个质量。昭雪录的导演是香港导演李慧珠，别说人家当年还真拍过不少正儿八经的恐怖片，虽然近几年也拍过凤求凰之类的神剧，但就冲着李老师跟林正英合作过这件的还是挺有盼头的。好了，以上就是各大平台出新物料的古装先买股啦，哈哈哈哈，你不然撤回可怜可怜我吧！我是单剧剧帮你踩雷的，我们下期视频再。